你们俩主持。对，对，我们两个一起主持。他就是一个要砸人家招牌的节目。刚刚就闪了一下，闪了。那你们两个卡的厉害哦。刚刚大汉哥有说很难抢。对啊，我上次来一次都没按到。难抢，超难抢。哎，他这个灯闪的问题。我的天。七月过了七月就不会有问题了。你说的很对哦。嗯。来，龙龙，请选择。我要选。好。嗯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真的吗？生日？祝你生日！真的吗？没有啦。好像。